你到底知不知道路啊？不知道啊。那你刚才为什么不问那三个美女啊？我，你刚才没看到哥那么亮闪闪的装逼吗？问路多掉皮啊！哎，河洛之术，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老大最擅长河洛之术啊，哼，寻穴探墓，推演方位。 这他难受好戏啊！起开！天有三奇，地有六仪，金灵古怪，地劫浮尸，黄沙赤土，瓦砾焚积，方黄百步，随针见之。洛书变四象，化后天，成九子，分六甲120分金。 物事努力しすぎんでも。
自然の流れに任せていけばええやおめでたいことです恭喜安倍大人你们未免高兴得太早了吧